成功了，减了。三粒蛋，因为有两粒要留给我的四姐。那早餐的一粒蛋呢，我就 replace with an apple。然后这个是，如果我真的是肚子饿的话，可以吃的 snacks。还有一些菜，因为它是用 grapes， 所以我是用 broccoli。时候吃我的 broccoli 跟鸡蛋，等一下我要去买我的 loaf。今天会吃 bread loaf， 今天会吃 cheese 的 bread， 因为我早上没有吃一片面包嘛，所以我两片面包 combine 那个卡路里差不多跟那个 cheese bread 一样。而且我最近真的是很想要吃那个面包，我上一个礼拜是做 IU 代言嘛，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要吃面包，所以明天跟后天才吃 bread loaf， check it out。I'm worried that they never gonna love me. I'm worried that I'll be a fucking joke. 是时候吃鸡蛋，很容易。放一个纸，然后按，再个纸，对，厉害。外面的天气真的太热了。告诉大家，这个 Shantokki Diet 我觉得好过 IU Diet， 起码我的脚没有那么的抽筋的感觉。可是到大概三点半四点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肚子非常的饿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晚餐它其实是吃两颗水煮蛋，因为我个人已经觉得、水煮蛋我已经不行了，然后我觉得我手脚冰冷了，我需要一些热饮，所以我会泡那个 protein shake 来喝。其实不是 protein shake， 就是牛奶。Instead of 吃两颗蛋，看大家你想吃蛋的话，你就可以吃两颗蛋。那如果你已经好像我这样不想再吃蛋了，你也可以泡一些热饮来代替晚餐。我们看明天会怎样吧。便当两片肉滴，早餐一片，午餐一片，麦片的 ，OK， 要介绍一下孔华的肉滴。
Massimo 了 100% whole wheat 一粒苹果 因为早餐要吃两粒饭 所以我 replace 一粒苹果 然后还有一粒 tomato 是 snacks 这是甘榜鸡给你 那个这是普通的给你 是呢 炸鸡吃几粒 apple 吃几粒 那个 cheese 嘿配 roti OK Yeah Yeah 还有这个 wasabi 的 Kim 做 snack 昨天我的体重是没有变到啦，我觉得还好啦，我现在已经慢慢的适应体重没变到的事实，所以现在要吃午餐。Tomato。 전화만 하면 넌 못해 아직까지도 어젯밤에도 울고 있어 今天我的早餐、午餐都会吃这个蛋，这个是乳蛋，耶，才会有味道。 今天我要来 update 一下 day 2 try 这个 Shantokki diet 我觉得跟 IU 的 diet 比的话，这个 Shantokki diet 比较不会饿，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我的脚走路的时候会有一点抽筋的感觉。今天早上我称了体重，留下了0.1公斤，就是这样吧。我还是很喜欢吃面包，我还没有觉得厌过，很期待明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吗？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哎，很期待今天最后一天，然后我可以吃回正常的餐。我还想要 update 就是我 try 了 IU 的 diet， 我没有反弹回耶，现在已经是1个星期后了吧，我的体重还是在一样地方，因为我有加入那个1小把的坚果类，还有如果饿的时候我会吃1颗水煮蛋，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有健康的 diet， 你才不会那么容易的反弹回你的体重，即使我没有运动，或者是我只是随便的做。 几下的 squat 也是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参考一下我的建议哦。 Don't worry, baby, don't worry. One gets one sleep while you always in a hurry. You got bigger things planned for you, don't worry. You ain't gotta come to conclusions this early. Don't worry, baby, don't worry. One gets one sleep while you always in a hurry. You got bigger things planned for you, don't worry. You ain't gotta come. This early, I'm worried about my father's health. I'm worried about being by myself. I'm worried I ain't doing too well. I'm worried, but I did it to myself. Yeah, I'm worried that you don't need me. I'm worried that you're gonna leave me. I'm worried that it won't work out. Yeah, I'm worried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天料理非常简单，所以就不讲解制作过程了。来说说看天气，只讲个人的浅见。必须说，你的名字是一部有转折而且非常有层次的作品，这样形容好了。嗨，我忘记拍了这个结尾，我现在来结一下，就是我 try 了这个 Shantokki 的 diet 过后，我成功的减了0.2公斤的体重呢。有可能这个不 work for me 啊，你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 work on your body。然后如果你真是成功的有减到1公斤，或者是 more than 1公斤的话呢，记得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影片，喜欢的话记得按一个赞，还没订阅我的话记得按铃铛订阅哦，那你就会收到我的新影片通知。你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起减重。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的话，也记得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按这边看更多的影片，你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还有 Facebook account， 那我们下周日晚间7点再见喽，拜拜。